咱们去哪儿呀，丽娜？今天我们要去见咱们家的头号粉丝铁粉捕头美女群，见谁去啊？嗯，你今天要去打扮这么漂亮，见谁去啊？嗯，啊，谁呀？忘了，看我们家老大打扮的多精致，小包给爸爸看看，小包包，娜娜中不中？小包展示一下来。哎呀，你瞅瞅臭美不？这哪像十岁，这都像16岁了。丽娜，丽娜，这是谁给你买的裙子呀？丽娜，妈妈给买的呀。这鞋不是妈妈给买的，爸爸给买的吧？鞋？你要知道妈妈。都是妈妈给你买的呀。对。爸爸没给你买啊？不，那要是失败了，你去滚边。他说：“爸爸，你啥也没给我买。”走吧，媳妇儿，咱们出去去找捕头。现在准备出发，到达预约见的地点了。小老师干啥呢？啊，冷啊，娜娜。丽娜，马上见到捕头姐姐了呗？啊，见到捕头了，见到捕头了。脸还没好呢吗？走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见到捕头大姐姐了。确实是送礼物还钱。崔女士，老大，你看捕头姐姐给你送啥？娜娜，捕头姐姐给你送啥呀？我要懵了，有点懵了。娜娜，这个在俄罗斯有没有？有啊。看捕头姐姐送给你，说谢谢。啊，他有点头晕是吧？对。我都给老二拆玩具呢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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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这太准备的太全面了。我觉得你应该喜欢紫色。对，我就喜欢紫色。比我还会买，比我还会买。然后啊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很多玫瑰，我记得你喜欢玫瑰。哎，太漂亮了。这你不拥抱一下人家捕头啊？来个拥抱吧，你俩来给你们俩来个合影来。来，来不拍你了，那就不拍你。谢谢。谢谢。真的好喜欢你。